2023年度秋季入伍的新兵已经陆续展开训练，连日来新兵体格复检工作也同步展开，为下一步新训工作顺利进行奠定基础。在辽宁沈阳北部战区总医院，为近千名驻沈部队新兵提供一站式集中体检服务，包括体检引导、信息录入、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等多个环节，确保精准、有序、高效。我们参与这次体检任务的医务人员，严格执行相关的体检标准，确保为部队提供精准的兵员身心素质信息，切实把好入伍体检的关口。陆军第82集团军医院对4500余名新兵进行体格复检，此次复检工作全程采用信息化系统，为新兵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检查，有效确保兵员质量。在云南开远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组内科、外科及其他辅助科室20余名专家骨干，携带相关检查设备走进各部队，确实把好兵员入口关。此次开展新兵体格复查，目的为摸清新兵身体及心理状况，建立新兵健康档案，为下一步实施科学主训、科学施训奠定基础。